黑巴本一分钟快速报，我是 BB。 今天是10月26日，前 UKISS 成员东浩将在11月结婚，目前才退出这个偶像团体两年，就已经传出了还没有当兵21岁就要结婚的消息，让大家非常的震惊。 FX 的正规四级团体概念照、预告照还有试听都已经出炉咯，赶快去 K-POP 本看一下听一下。再来就是泰妍首次个人演唱会圆满的成功，他连续办了三场800人的小型演唱会，我们认识的人去的人呢都说非常的温馨，看得很近又非常的愉快。艺人崔宏万涉嫌诈欺即将被调查，他传出了这样子的消息呢，说他会被逮捕啊，因为他有逃那没有还钱之类的。他们的经纪公司都表示有这样子的传言真的太荒唐了，因为如果真的有他一回国就应该就会被逮捕了。还有宋敏浩、Barbie 和 One 推出合作的企划， Jessica 祝福 Crystal 生日快乐等新闻都非常的热门，赶快去 K8.com 看看吧，别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，谢谢，晚安。